重新换一个位置，这里是一二三四五，回到你编号的位置。三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一二三四五。一在哪里？一在哪里？一在这里，二在这里。二三来，在这里。三四在那里。一在那边。一在这边。二在那边。二二在那里。一二三四。三。一二，十二嘛哈，就是三嘛啊。OK， 好。各位，请你了解一下，斗数的这个乱跑啦。我根本没跑，我就在这里啊，我哪乱跑？你刚刚有编号吗？没有啊。你编号在哪里嘛？好。各位，请你就。你们了解一下这张图，因为刚才应该有人是写这张图的，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了解够清楚之后，再到这边拿一张海报纸，请你们讨论一下，如果要当一个老师，怎么样做，你应该做什么事，才有办法教出这样的孩子？老师是要做什么？老师是要变成谁啊？才有办法教出这样的孩子？需要做什么才能教出这样的孩子？你要用太难了，用写的，太难了。用写的，用图像都可以。包容而立。什么样的老师才能教出这样的学生？快乐。然后上面有目标方向，飞高飞多远。然后突破困难嘛，突破困难啊，展翅高飞啊，像山一样的，还要爱与热情。刚才那个加速来这一组是有讲啊，对，我们是我讲的，应该都讲的都讲了。那写错字，不要文化，我们就要怎样？教育政府学生真的太难了吧，目标好高哦。来，不用写就好了吧，不要苦啊，苦好像有点难画，老师这样的能力，那就各自写啊。不用苦这样比较容易。那每次都在难画，你画，为啥画？现在画什么啊，老师？在画什么？这有美术老师，你叫我画。啊、对耶，不能弄死。来来，请问，需要什么？业绩的打手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来，第一个要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学生。那太最后啦，最困难的最后，好不好？动身动人协调可以的，最简单的吧？就人际关系啊，动身动容，对不对？分组活动啊，对啊，画图啊，好分享，分享，然后画图应该可以。再把我们那张图画一遍。对啊，其实刚才是学习大自然的经验。他是做出来吗？对啊。方法吗？都画的。你们用画的吗？都可以。画的看什么？真的要画，
兄弟姐妹们啊，要开心一点，好吧？要学生上学的，好，培养你的技巧。你要选那里呀？对呀，都是没有办法呀。其实就已经讲了吗？你要想法啊。那我们方法要选在什么？水这里好，一个水滴就一个水。那个机会教育。然后第二个育品教育，第三个品德教育，然后阅读教育，对啊，所以第二个是阅读教育，第三个品德教育，品德教育。要买的 iPhone 嘛，然后花钱，我买了好几万的，干嘛不买啊？然后照嘛，那个黑天太阳花能够，我本来想说画一派，然后今天要开始，今天就画一个新的，好的，耶耶耶。不用红的，不用黑色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个待会着色带好了。着色带，就是一个边边的。金色太阳。中间红的，旁边黄的吗？太阳中间还一定要怎样？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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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连主题曲都有了。一个人写一条的，一个人写一个花瓣的。好。主题要怎样？刚刚不是冲突啊，没有先讲好。我觉得老师自己要反思的心情，才有办法让孩子们爱上素描啊、修图啊、运动。你好，你讲一条就行。哎，写的我们就换另外一个。一个人写一条，也写在花瓣上。好，狂欢心情。下一个，那今天你讲一条，一个人写一条，一个人讲一条，你写的也一件什么？啊，参考前面的，不要参考下面。身心健康。老师要身心健康。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现在要写哈。没关系。身心健康哈，身心健康。那你就写一个呀。是人格的，对不对？身心健康。比较快乐。可以啊，好，老师要快乐正向，来。没有啊，这样子很正向。不要享受。对啊，你要会生。学生那么优秀，这样来享受。生活真物质。简单啊，简单教学，放眼世界，什么东西？这个终身学习啊。典范，典范，找一些，找一些语言的。可以写别的语言啊，语言书。是多的语言。所以我们要学习。这种方法应该叫做太极了吧？对啊，日观性、国际性、文旅游，这都可以写。
他如果说方法也可以，这样可以去阅读了。OK 了吗？要靠网络的才有。现在还看不到中间。再来两三分钟可以吗？马上写下。还有吗？哎，素描这个描是什么意思？描是学生，所以先不用。冲浪，冲浪，我就是我觉得可以，可是我想不到要怎么表达，但想不到要写哪里，所以我觉得希望是一个让学生可以依靠的，让学生可以。分享的，要支持，要支持学生，还是要支持学生，支持。你们不用文字说明的，这样就好。OK 啊，可以了，好不？可以了 ，OK， 可不可以把那个学生跟老师那一张海报纸都带着可以吗？可以。麻烦学生、老师、学生、老师，哪边学生？上面的学生，下面来张老师。往那个方向。对啊，好，可以吗？这边的就是这样。对，另外一组。大家也看得到我的原则好吗？你自己有没有不了解的地方想要问的？如果他们要问的时候，请那一组的老师说明一下你们的东西是什么。如果没有，我们一看就知道的话，就不用问了。这一组想问这一组最特别，都没有任何文字。对啊，所以这一组要不要帮我们说明一下？对啊，就是用眼睛认真阅读啊，看，然后用脚身体力行啊。对，你看，哇，是这样意思吗？没有，在大意。是这样意思吗？是完全是。真的是吗？就是眼睛观察，然后书是多阅读，老师也要多读书了。对啊，脚是身体动力。你现在讲的是老师的部分。对。哦，对对对。眼睛是做什么用的？比较好画。观察体会。老师的眼睛是说观察。就是在观察。体会。啊，那个书的意思。看。啊。多阅读。多阅读。传承东西。OK， 了解。这个热情太阳花是什么意思？保持热情，还有像太阳花一样，像太阳一样，但是要像太阳花还有生命力。哦，跟那个太阳花没关系。没关系。这是老师的部分。那这一组的，各位都清楚吗？这样看，有需要再多说明的吗？但看起来蛮乐观的嘛。我可以请你帮一个忙吗？如果你都同意他们的那个内容，你都蛮赞成的，可以每一个人简单在你赞成的那部分标示一下吗？你可能赞成哪一部分，不赞成哪一部分？我们用赞成的部分，好不好？赞成的部分，请你标示一下。签名。签名也可以，或画个花花草草啊，代表你自己的，好不好？那各位可以把那个笔拿过来，大家可以签名一下。在五张里面，哪一部分你赞成的？你就在一部分签。只能挑一张。你可以挑五张。都签。如果你都赞成的话，你可以都签啊。OK。然后看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签了。来吧，这个。或者你赞成哪一部分多一点，你可以签大一点；赞成哪一部分小一点，你就签小一点，做个标示就知道。好，各位开始，可以每个人表达一下。
哎，对啊，为什么要加双氧水？哪里双氧水？这里有双氧水。哦，老师，如果受伤要擦双氧水。小孩子啦，他小孩子要擦双氧水。他恐怖的。哦，灌溉，用汗水、泪水、口水、双氧水去灌溉。那我这样没有搞懂了，就是老师们要灌溉变成老师变成这样。没有学。那是老师，上面是学生。啊？老师是要做这些，老师要做这些。对待每一个学生，这个每一个学生。然后那个很幸运这样子。他那个雨水是老师的灯泡。老师灌溉自己。学生受伤了，要擦染吧。你们都表达了吗？你觉得哪一部分你比较赞成的，你可以画大一点；你比较没那么强烈印象的，你可以画小一点，或者不画。做个标识。老师也要有创造力的培养，是这样子。老师也要机会教育。那老师为什么还需要关怀教育呢？哦，阅读啊。阅读。阅读。老师也需要哦。应该是我们应该进行这些。对，是说我这些是狗，这只是我们老师的手段。希望学生要利用这样子。说老师本身是在校内的条件。我们是在教，你们要用这一些方法来教出这样的。对。那你老师自己要。可是我们刚刚题目是指老师自己要具备什么，才能够培养。对。并不是说老师要做什么。哦。不然你们是觉得要学这些方法？需要这些能力，老师也是需要这些。需要这些。也可以的，先具备。你要有具备的才能，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，加上去教。能力啊。好，非常谢谢各位老师们的表达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带着这几天，看看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协助老师们能够达到这些相关内容。当然，你们的目标就是达成孩子的目标。OK， 好，我接下来有几个行政项的事项，跟各位说明一下。